第二十四题，以物体运动的速度对时间的关系如右图所示，则在哪一个时段内物体所受的合力为最大？我们根据我们的公式呢 ，F 等于 ma， 这同一个物体质量是一样的，所以呢，它如果合力要比较大，就表示的加速度呢要比较大。我们可以呢确确实实的把图中的数字往里面带，求出我们的加速度，看谁的加速度最大，我们就知道谁的合力最大。但是呢，我们也可以用看的，因为老师教过 VT 图呢，直线代表加速度，面积代表位移，直线如果越斜就代表加速度越大。我们看到图的这个时段，0到4秒钟6到8秒钟8到16秒钟应该是6到8秒钟，这个是最斜的，也就是它的加速度是最大的，所以6到8秒钟做等加速度运动，它的直线最斜，加速度最大，所以6到8秒的合力呢也是会最大。所以第24题问我们说，物体所受的合力值最大，哪一个时段物体所受的合力值最大？我们答案呢选择的是 C， 6到7秒间。